赞哦，我真的我还是得靠他们，我确实不懂，家人们我都不知道怎么上人，你们帮帮糖糖好不好，他非要1500人才给我们上这个衣服，好烦哎。我本来想着家人我们聊聊天，然后家人喜欢的话给大家上就好了，他说要上一上人才给咱们上这个。嗯，咱们直播间人真好，手不停的拨弄头发，因为有洁癖是不是，嗯，可能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点。上人上人上人，家人们来，咱们点点赞，咱们点点赞。嗯，等一下阿伟就过来了。其实他跟吴总现在做这个电商公司，叫我来帮忙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，因为我也确实是一个网络新人，然后他们也就是需要女模特什么的时候我可以帮帮忙，其他时候我真不知道能帮上他们什么。你在就是最大的底气，知道吗？家人们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我能不能打不上人，让我唱歌拉人气嘛？其实他唐总唱歌比我好听多了，他那个粤语歌是我一直想听的梦想。家人们真的，那个粤语歌我怎么都唱不来，我不会大叫的。一唱歌人就变少了，等一下唱歌不好。我跟你说，昨天就是这样子，昨天我一唱歌，从1500人掉到1000人，真的。你别唱了你。我唱歌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就吊人神气，懂不懂？家人们懂不懂？对。其实真的，唐总除了家人们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样子，不是在唐总在事业上面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唐总真的在事业上面很果断的。我买过，穿上非常舒服，对不对？这个衣服不错，衣服确实不错。穿上应该没有回音吧？给大家上了吧，行不行？我说了，到这个1200人，好吧，1200人。那阿伟不来，我这人气上不来啊。我绝对可以到1200人的，你信不信？家人们，我给大家耍个帅，行不行？我给大家耍个帅，再家人们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让唐总唱一首粤语歌，然后我们把人气赞赞叠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唱我们老家的歌，福大姐，哎，我的气，哦，有回音吗？那就把我断了，那我就断了。嗯，白天人家可以唱歌呀，唱什么歌？我这没有伴奏啊。有啊，都开那个就可以了嘛，听那个伴奏。他都是原声。家人们可不可以我们把直播间分享出来好不好，然后大家要上的话我就给大家上，衣服一上人气就上去了吗？对呀、啊、你快点。那这样子你唱一首歌来，家人们给小吴一个面子啊，就是说唐总唱歌的时候我们一起解解肥，可以，这是我在干的事情对不对？我知道白天人气少都上，感谢我笑看人生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家人们唐总唱歌，家人们就点点赞，然后有小星星的送送小星星，有灯牌的送送灯牌，好不好？唱花鼓戏，花鼓戏我其实我会唱的，真的，吴总唱的好，谢谢。你知道我们长沙湖南一个花鼓戏吗？知道。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是什么叫刘海砍樵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吧？对不对？刘海砍樵。你给我们唱个戏吧。唱个戏吗？啊。胡大姐，哎。来，后面就不能唱。家人们，你们想听什么花鼓戏？你们跟我说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会唱那个张先生砍学黄梅戏，黄梅戏是湖北的，家人们，黄梅戏是应该是湖北的，还有安徽也有黄梅戏，对不对？我们湖南的叫花鼓戏，知道吧？湖南的叫地花鼓，还有回音吗？没有，就只有那个穷他一个人说有回音，嗯、应该没有。对，家人们这样子啊，唐总唱一首粤语歌，我让那个我让仓库的运营去做个衣服的链接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对。我粤语不标准呢、哎、我会唱啥？我会唱刘海砍樵，会唱张学生讨学钱，还会唱那个什么烧火，知道吧，家人？烧火就是我们那边结婚啊都会烧火的，知道吧、哎、就是说你对不对，你们两个一结婚呢、啊、就必须要唱一首烧火，对不对？来一首张学生讨学钱，对不对？张学生讨学钱怎么唱的？嗯，秦局老师无人问嘞，对不对？富在深山有远亲，哎，我不知道怎么唱，主要是没有音乐。其实我们那首歌挺好听的，家人们真的挺好听的。我们湖南的花鼓戏真的很出名的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，你去跟我们做链接吧，好不好？铜补锅对吧？很讨厌吴总，吴总好慢呐、啊，都说了要。你看。
下家人们多少人想要，好不好？我让家人们上去。来，家人们想要我身上这件衣服的，扣个一。他就不给我们上，他好烦。不是这个东西，仓库它货有限，知道不？他不。那你就少上两句，我们在这聊聊天，然后你就把这个衣服给我们上了就好了。对，我确实不知道直播间怎么能把人气咱们要热闹一点嘛，家人们都喜欢热闹一点。唱一首粤语歌，不是不耐烦了，我是觉得家人们你们都在等，然后吴总一直不上，好着急，我是个急性子，我真的是个急性子，嗯，我多高呀？我1.7米，家人们，嗯，送给嫂子穿了，挺好的这个衣服，嗯，这个衣服现在穿的是不是都不冷？好热呀！我穿这个衣服啊，啊，因为它是。巨温的，知道吧？它是恒温的衣服。那这个衣服穿上，这个衣服我们在线下现在卖的很好的。现在我们这里有10几度吧，我穿这个衣服确实是有点热的。我里边就穿了一个这种蕾丝的，你看，真的，就穿了一个蕾丝的这种透肉的衣服，然后就穿了一个这个，我就觉得挺热的。嗯，可以哦，大家站起来给你们看一看。嗯，我就。他们本来说今天下午给家人们做返场的，嗯，咱们有管理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管理，设为管理员，兵哥，我给你设了个管理员。对，然后咱们是我很好的一个老师。咱们每一场，我给幸福姐姐也上个管理员，然后每一场的榜一，然后我都会给大家上一个管理，好不好？嗯，都会给大家上一个管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衣服，嗯。我这衣服你上不了，只有阿伟直播间能上。家人们，这个衣服只有阿伟直播间能上。对，对不起，家人们，不是不给大家上。对，这个衣服只有阿伟直播间能上。不是不给大家上，说我是新主播，我刚开播，上不了，真的没有跟大家玩套路。吴总说上不了，回来去阿伟直播间买。你挂我橱窗可以吗？橱窗都挂不了。橱窗都挂不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家人们，我是想卖东西给你们都卖不了。然后我是新主播，我卖不了，家人们，我们聊聊天儿吧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明天到时候去一下那个，去看望一下杨德威的老人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。对，到时候也邀请你一起过去。这谁送的？所以是来的墨镜，感谢我琳琅姐。对对对，说好看称不上，但是也不丑。我是一个五官端正的女孩子，就也不好看也不丑。然后，其实夸我好看不好看的家人们，我都不会不开心。说我丑也没关系，说我不好看也没关系，说我漂亮，我谢谢你。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不，我就是，吴总，你不了解我吗？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把脸看得很重要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人。有点太男孩子了吗？我真的不是很看重脸哎，对我找另外一半我也不会只看脸呢，因为我觉得脸是最不耐看的，脸是最不耐看的。你看一个女孩子，看一个男孩子再帅，你看3天，看3个月，看3年，怎么样都腻了。家人们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那怎么我喜欢的女孩子都是爷子？你喜欢她，你就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好看的，你看一辈子都不腻。你不喜欢她，再好看的一个明星放在那儿3个月，你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脸是最我觉得我最不看重的就是这个脸了，嗯，最重要的是性格三观，对不对？谢谢我蔡姐。像吴总他就是一个性格非常非常好的人，他就是。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喜欢他，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觉得吴总这个人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我帅不帅？对，心磊好，心磊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来，唐总，你给我，你让一下我给家人们做一个我最帅的动作。来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做一个我最帅的动作。帅不帅，家人们？帅不帅？再看一下。我给家人们做一个我最帅的动作，帅不帅？看到没有，我一做最帅，你们这么多人说我帅吗？可惜我喜欢的女孩子都是颜值控，他们都说我长得丑，真的。太好笑了。他们都说我长得丑，怎么办？家人们，你们给我支持一下吧。你长得很帅，长得很帅，长得很帅。
我皮肤好吗？因为我小时候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我今天我从来不怎么穿牛仔裤的，今天我穿了一条牛仔裤，我想放一下风格，知道吗？对，帅，我再吹，把人都吹没了。家人们，其实我没有，我不是一个注重颜值的人，对不对？我喜欢的女孩子，其实她可以丑，她可以，那个啥，只要我喜欢她，怎么都好，知道不？但是就败在她是一个颜值控，她觉得我长得丑。谁？我能说谁吗？家人们，我能说谁吗？你喜欢那个女孩子是颜值控？不是，我说我喜欢的女孩子都是颜值控。哦。他们觉得我长得丑，知道吗？家人们。要减肥，不能，跑步，加油。回来，家人们有没有人给我刷星星的？你们给我刷个星星，刷个小星星，家人们，我跑一下好不好？刷一个小星星，我跑十下，行不行？一个小星星跑十下，20下，30下，40下，50下，家人们你们干嘛？不要刷了，完了100下了，家人们，你们星星不停，我跑步就不停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让他跑一会儿，家人们，小星星不要停，让他跑一会儿。太可爱了，还停了，还没停、啊、没停，还在刷，你们小心心可以停了，还有连刷的呢，幸福姐姐一直在连刷，幸福姐姐我们关系这么好你不能这样子哦。不错不错，我们可以补刀吗？不可以。可以补刀吗？我们可以上一个不可以、我只接受小心心，因为小心心代表着，对不对？一种爱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小心心不停，我就一直跑，我看你们能让我跑多久。厉害了，家人们太会玩了。哎，停了，哎，谢谢家人们，家人们都停了，怎么又来了？只能来一下哦。谢谢家人们让我减肥。哎，好了，太好了，家人们。不能来了，我们一边点点赞好不好？一边看我跑步，一边点点赞，对不对？对，家人们，这个衣服的话，我是新主播，我店铺上不了，可能要阿伟的直播间才能上。阿伟什么时候？太累了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后面有水，拿点水喝。家人们，我追唐总。哎，我能追得起唐总吗？家人们，人，我说了，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好累啊！你休息一下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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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家人们开心，我就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赞叠到10万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7万了，家人们。哎，我去喝口水。对，喝口水休息一下。吴总真的是很好，就是你看，他跟家人们说，家人让他减肥，然后跑步，他真跑的，他人很好，他人真的很好。嗯，跑不过他，一般人跑不过他。这个衣服等一下那个让阿伟直播的时候给大家上，我是新主播，这个衣服好像我上不了，家人们，刚才确实想给大家上不了。中午好，还没有加粉丝群的咱们加一下粉丝群。感谢送出的粉丝灯牌，大家想听唱歌是不是？我给大家唱首歌吧，唱那个吧，今天不唱粤语歌了吧，随便给大家唱两句好不好？买一个蓝色可以啊，我让阿伟开播给大家上这个衣服，因为我是新主播，好像这个衣服这个品牌可能对主播是有一些要求的，就我这种小主播是没有资格上这件衣服的。我在广东长大的，要等多久？今天下午吧，我让吴总去联系一下。今天下午一会儿我看一下能不能用阿伟的号开播，给大家把这件衣服上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一会儿用阿伟的号，还是用我的号？阿伟的号现在播不了哎。那我下播，然后你给我弄一下，能不能上？弄不了也。也弄不了。对。你这样子嘛，我给你送一个好东西嘛。好难哦。不是老爸，我外公是。来，我送你一双鞋子。
我觉得我们整个公司只有你能驾驭得了这双鞋子。他要送我一双拖鞋。对。嗯。因为这是我们公司刚过来的，你看一下，张浩宇。刚好我是拿给阿伟过来看的。可以啊，什么价钱啊？我都不知道，我要看一下刚到的这个鞋子是。阿伟去哪儿了？对，上上人。上，家人们，我也着急上。你先给家人们上一个吧，真的。那你给家人送个拖鞋吧，好不好？给家人送个拖鞋吧，好不好？嗯。价格低一点，给家人上一下。这个衣服都没法给大家上，有没有办法等一下给家人们上？所以这个鞋子应该我们拿过来的价格应该是30多吧，32块钱左右。嗯。上班时间人少没事儿啊，就是这会儿人少，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天嘛，对不对？没事儿，那阿伟来了就好了。我确实不会直播，家人们，你们帮帮我好不好？家人们来打一波支持唐总行不行？对，打一波支持唐唐吧，支持唐唐。那个，哎，我真的是不会直播，太难了。衣服厚，我穿着好厚，我今天穿了个毛衣来，为大家看一下啊。我本身是穿了一个毛衣来的，我都觉得不热，结果换了这件衣服好热，你怎么办呀？你这个衣服下午能不能给家人们上？上不了，现在要等阿伟那个直播间。家人们不要着急。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哈，我今天下午是穿了这个毛衣来的，然后我说换上这件衣服吧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可以给家人们看一看，结果换上之后我就特别热。比我身上穿的这个毛衣的保暖性要强很多，就这个衣服。嗯，我一定想办法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？现在确实上不了，因为这个奥康的品牌它确实对、那个、他要申请，只有阿伟那个号申请了。我对他要求特别高，就是像我是刚开播的主播，就可能不让卖他这个衣服。等一下我让吴总搞一搞看一看，没想到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今天约了下午唱歌，好，唱个最初的梦想吧，给大家。好，我喜欢听。最初的梦想，你听过？听过。我清唱给大家。最初的梦想，我来给你点。啊，你有伴奏啊？哎呀，只要想。不用清唱吧？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行。清唱就好了，你还要配音乐呢，你还好专业。我等一下就要走了。行行，好。嗯，我打开帮唱吧，这个打开酷狗，还大家点点赞，小心心不要停，好不好？现在第二多少赞了？现在79000了。79000，家人们能不能点到100000，好不好？点到100000，我让我们的著名的歌手唐唐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最初的梦想》，希望我们的最初的梦想都依然还在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们能够最快速的实现我们最初的梦想，我们做一个，对不对？有大爱的人，听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我下次还是给你们清唱，我开的那个调低一点。谢谢家人们，嗯，那谢谢，唱不好，确实唱不好，见笑了。嗯，然后勇气可嘉，对不对？勇气可嘉，这个、歌确实有点高啊。嗯，但是勇气可嘉。嗯，家人们还喜欢什么？然后下次我唐唐给你们唱好不好？那您唱一点点粤语，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个1605号穿 S 码戴帽子更好，谢谢。给你们唱两句粤语歌，送给那个听得懂粤语的好朋友。我最喜欢的歌叫《野孩子》，还有《夜半小乐曲》，但是忘记怎么唱了。唱一点点粤语好不好？明知内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，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，朝朝暮暮让你
才将一人送红楼。如果唱首抱住我，这把比喻似太多旁人算我不太明了，男孩子发愁明明就是一种最坏日子。我越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，连我有幸福都不介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见笑了，见笑了。嗯，下次那个你们听不懂啊，对，有的听得懂粤语的朋友，这首歌送给你们；听不懂的，应该送给你们唱《最初的梦想》。嗯，《最初的梦想》，我觉得这个歌很励志呢。啊。我刚才的广东话是不是不标准？广东的朋友们扣个一，广东的朋友们扣个一，家人们，有多少广东的朋友扣个一？啊，你们给大家说说我唱的是不是不标准，听得懂？哇，好多呀，好多听得懂粤语的家人，嗯，来，没有加粉丝团的给糖糖点个粉丝团灯牌好不好？嗯，广西的。不标准也好听，哎，家人们，你们太善良了，你们对糖糖太好了，嗯，嗯，有伴奏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湖南也听得懂啊。我去找一找阿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去找一找阿伟，把他叫来好不好？这家伙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对啊，我想叫叫他，不知道他在搞什么。嗯，我把阿伟叫来，然后让他给大家开直播吧。我把他喊过来，然后刚才那件衣服我尽量给大家上一下了。对，我现在身上就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在给大家直播，所以我不用叫他，他应该在公司谈事情了，应该已经到公司。我怎么离不开他？不是我离不开他，我是确实直播离不开他，家人们，因为我不太会直播，呵呵，我不太会直播。然后今天下午他说给大家做返场，这个我自己是不行的，我得靠他这个大网红呀，对不对？这直播我确实是离不开他，没有他我可怎么办呢？我去喊喊阿伟，然后重新给大家开播，好吗？我把他喊过来看一下是用他的号播还是用我的号播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我等一下就叫他来，下午就开始给大家做，一直做到晚饭时间好不好？我今天下午一定把他喊来，我去叫叫他。拜拜家人们，一会儿见啊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我就来了。嗯。